众星化出小弟子，无情奉入地龙泉。虚空中来，我今掌握长剑独串，只为找出杀妖元凶。原来他来见跨，哈！放心，就算再跨，我所还剑也要将你并出来。步步侵入，枪响挥动，应接不起，是西蒙正阴的杀气。杀气真浓，难是想将我来无回吗？那从头数尾，是使人看不起哦。真沉得住气啊！我哋这回我所面对，可是真所美为对手，我所环境愈来愈厉害咯。领导行来，虽是一片死寂，但却依稀感觉有水动。这个所在，应是紫塔大殿。喂，游戏开始无聊咯，是要让我看袂起你吗？此时，无形金光手，副警察却见识到影视的形象，映入眼前。我所还剑，你了解何为折损失咯？我真清楚，因为我现在眼前就是这小林吧，你就是杀害山水龙以及陈不凡的罪魁祸首。不错，本集的秘密你睡不了咯。放屁！风飞高速再出，出声剑声，还不贵心海怒声。哦，银机不超，气怒出招，一招让你现出庐山真面目。挥剑去。奇形红龙正是花间小物文章哥啊，专攻一枪下浮吉林三郎干，文心十三千，拼命提万里啊，一见中央电视清辉吉林正气动人无存，寂寞动人之间，将闻海水之河，山河动动，积雪轰轰，疾风恶劲，不眠归勇。是你，你个文雄不眠归勇，你转在虚空中，又转晓孙佛所传，慈航生命，难道不是？我就是回忆相生之。失志可能口中思想想怀教你要我的请我选择比中心更好服雄，就是多出尊贵的灵柩效力变身至高圣人，不能整个回应。原来众人该比你所骗，哈，龙母不在文中就代表你一世专言用这人间国别吧。好，但你是贵族，那咱就结束了。用我的灵魂，用你的最后精神，喝彩！得瑟！